来，前几位美丽的妇女吃饭。咦，不准请我们吃饭。想吃什么？我来这个机会给男一号，你被你抢了。想吃什么就用力的加了哦。不要加香肠。老板娘，帮我把所有的肉加进去。待会儿消费小姨买单。来，小姨，小姨扫一扫了，你装。等一下，烤一盘肉给你。没有。别。来，他烤盘酸。下次我也是。今天请你们吃饭，我小姨去扫一扫。我请客，小姨你怎么买单？你。我买单。哦、本来说是请他们吃粉的，是我请的，但是小姨买单了。哎，也算是我请了哦。那你只是我买单，这样说的吗？哦。啊？那不是这样说吗？你只是我买单，不是这样。那这句话现在实现了，我说我请个小姨买单。哎，长这种，你看有这个帅吗？你看这个再大一点他就买单了。对，你个叉烧。减肥。哎呦，减肥了，减肥了，减肥了。要不要？太肥了，不是你们虐待我，不给我吃饭。来了没有？青菜。小狼，你看他们在这里吃，不给你吃是不是？来。你看，哥哥吃饱了，你看，还减肥哟。好了，走，反正我不减肥。我动都动感给你晒一下给你。走了，不等他了。不要他了。不等他了。到处湿哒哒的，黏黏的，你看，哎呦，真的是忘记，真的是忘记开这个灯了。哎呦，那么多蚊子，不开那个灯的话怎么行？幸亏想起来，不想起来的话，这整个猪被抬走了。不开那个灯。今天那个灯啊，我清理了里面的，里面有那种蚊虫啊，我清理了一遍。是不是呢？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它飞进去了，那点一下蚊香。看到头皮都发麻了。肥嫩嫩的这猪，吃的好饱。有谁在说我这个猪胃不饱？你看现在那么久了，怎么那么饱？我还是要把那个放低一点，搞根绳子来绑。明天再拿铁线来绑，就搞根绳子来。这个蚊子真的是满天。这个蚊子到底是要怎么才能把它驱赶？哎，你到网上去查一下，如果大家知道怎么驱蚊的，也跟男二号说一下啊。想要把这个蚊子驱赶，不驱赶不行，这个猪都睡不着。那好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
明天呢，一个战友啊，他要开了一个门面，卖酒的，叫回去庆祝一下啊、哦。他说呢，明天要回去一趟，因为战友，做生意的是吧？要回去捧一下场，去庆祝庆祝是吧？热闹一下，是吧？那我就先回去了啊，也晚了，这里蚊子也多。哎，看到这个蚊子，这是老虎。这猪食下午煮好的，哦哟，还热乎的哦。大家吃宵夜吗？来了不？开玩笑的啊，这是给二师兄的，给四大神兽的，不是给大家吃的啊。我也不吃的，这个下不了口。那好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。太晚了，村长也准备开播了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啊！喜欢南浩的就点关注，强烈推荐一下啊！拜拜了，先回去啊。